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r. CK。今天我要推荐什么呢？就是安博电视盒。大家可以看到后方这个界面，就是待会我要介绍给大家的安博电视盒，现在直接的同步在我的后方了。然后呢，上方有它一些功能可以看的频道和一些电视剧、电影的一些小小的文字解说。然后在最上方有个 QR code， 如果你有兴趣，可以 scan 我的 QR code， 找到我，跟我做进一步的了解。来，现在我们来开始说这个安博电视盒有什么特别的功能。这一款呢是安博电视盒第四代的 4K 的。安博电视盒第四代 4K， 速度上跟配置上会更快。它的 RAM 呢已经是 1GB，ROM 呢是 16GB， 然后 Processor 是用 8 Core 了，所以它速度会更快了。好，我们来一起看，功能不多说，直接的试玩给你看啊。然后我们直接的连了 WiFi 过后呢，它的界面就是像我后方这样的啊，有一个我好像顶着了，有一个精彩影视。当然应用市场里面有很多的这些软件可以供你去下载啊，所以我刚开箱第一个，所以我先大概先下载一下一些功能，都跟它安装。这个 Market 呢，你安装过后呢，你在里面都可以找到一些很多的这些 App for 你看戏使用的。好，应用市场装了，来，我们进来应用市场。进到应用市场后呢，你可以看到这里有 Live TV、 UB 影视 TV、 新芒果，这些在一般的电视盒上你都会有看到，所以我们不多说，直接的进来。好， Live TV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这些呢就是它已经有的软件了，所以你只要点进去就可以用了。我要特别说的是这个 UB 新影视 TV， 这个呢是它的安博自己研发的一个软件，所以它里面的电视剧跟电影都是最快更新的，所以速度会比较快。很多电影院还没有上映的，它已经有了。来，我们先来看一下 Live TV， 我们先看 Live TV 吧，直播的，我先开给大家看看它大部分有哪些直播的频道。进来过后呢，会有一个请稍等，它现在就在跟它的 server 做一个连接了。然后我们进直播。对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里就有明楚了，上面应该有很明显的表示这个有哪些频道，我把荧幕拉下一点，给大家看得比较清楚啊。好，这样，有全部，有，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什么电视剧啊，有港澳，有大陆，有台湾的，这些呢，你都可以直接的去跟线上做一个直播现场的观看，就是跟当地的时间是一样的，直接的在线观看，就可以选你要的频道啊。这些频道有中国大陆的频道啊，这些你都可以去做一个筛选的。它蛮多这些全球的直播频道啦，所以基本上你看这个，你不必买电视机，也不用订 Astro 了啊。我不是鼓吹你快点割掉 Astro 啊，但是很多人会问到一个重点。Astro 到底能不能看呢？现在市面上这么多款的电视盒，每个电视盒都有一个问题，就是 Astro 有时候看得到一会儿之后就会停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 Astro 是一个要付费的这个电视台，所以他经常会去 block 掉这些电视盒的一个 server， 阻止他们去破解掉它的。但是呢，我们不说 Astro， 其他的频道来说呢，基本上是非常足够、非常的够用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其他的电视盒都已经有这些功能，但是有些电视盒呢，它的更新速度非常的慢，然后有时看了一下又不能再用了。安博电视盒就没有这个问题，安博电视盒就非常的快，然后更新速度也非常的快，然后全球的直播频道也够多的，所以你可以看我后方，现在我是直接的在连线看着，有港澳、台湾、大陆、体育、电影、少儿新闻、日本、韩国、英国、越南都有。马来频道就是我们的 Astro 啊。来，我们试一下进 Astro。Astro 频道呢，有时它会 block 掉，所以有时会看不到。但是今天你看这个 AEC， 我进 AEC 还是能看的。但是有时候它会 stop 掉 ，stop 掉的话呢，就是这个 Astro 去做一个 block 了。但是没有关系，过不久后又能重复看。但是这个情况可能会经常出现，所以
如果你遇到这个情况，你也不用担心，因为这是 Astro 去做一个阻止的，因为现在市面上面有一款电视盒是可以绝对看完 Astro 的啊，所以不必担心。然后我们就看法国、俄罗斯、印度都有 R， 这就是重点了。很多人问为什么会跳密码出来呢？这个安博电视，因为跳密码出来的是成人频道啊，我没有说这个是成人频道的电视盒啊，所以如果你是不够睡的，千万别买，因为你输入了密码过后，你就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成人频道啊。这个我们先跳过不说了。如果你有兴趣，可以跟我联系，或者 scan 我 QR code 上方的 QR code。来，我们再跳出去。刚刚说完了这个直播，我们现在来说这个新 UB。刚才我有强调，这个新 UB 呢是这个安博公司特别做给这个电视盒的，它自己的，它跟一般的软件、电视猫这些都不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它里面的戏特别的快，特别的快更新，然后有电影、有电视剧、有最新的电影，也有电视直播。当然，私密影院这个是什么？就像我该说的成人频道，所以我们的重点不是放在成人频道，所以如果你有兴趣了解这一块，也可以 PM 我们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电影电视剧，电影呢有最新的这些《战狼2》啊，最近才刚上映的啊，都会有了。这些新的戏全部都是电影，任你看，有香港、台湾、澳门，全部都有啦。电视剧也是有美剧、有韩剧、有泰国剧。有各式各样的，只要你够时间，你都能去看，而且不受时间的约束，你放完工回来后再看都没有问题。所以这个电视盒呢，基本上你用这两个软件已经够你用了 ，Live TV 跟这个新 UB 影视。当然，如果你还要其他软件和其他游戏呢，你都可以在这里去下载的。如果你玩游戏或者是玩其他软件呢，在这个地方你都能下载。今天的这个安博电视盒第四代我就介绍到这里了，不跟你多说了，基本的功能都在这里。如果你有兴趣，快点联系我。这跟一般的电视盒不同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的更新速度是最快，一次付费终身受用。如果你有兴趣 ，scan 我上方的 QR code 就可以找到我，跟我做进一步的了解。谢谢大家的收看。如果有兴趣，记得点阅我们 The Vocell Live Channel Facebook 主页跟我们 YouTube Channel The Vocell。谢谢你们的观看，下一期再见，我是 Mr. CK， 拜拜。